吞面、鸡丝面、意面、意面、可乐锅渣。干的比较好吃的，不要。意面干的比较好吃。我就想喝汤。你知道？快呀！你知道台南意面是干的吗？我知道。哎，月霞。月霞。哎，几位几把？哦，一个交叉跳呢。来了，来了，开始了，卖了。200块。好吗？要吗？今天应该会到，今天大概十一点。今天大概十一点。啊！有人问说，问我说卖到几点啊？我刚刚说十一点啊。10点半就来收，今天呢，因为下雨，人会比较晚出来。所以10点半就知道了。10点半就没有人，那就白给人。对啊，有什么东西？有什么东西？鱿鱼你吃50，吃200。啊！看到？那我也不会报。七小哥买200。算份的，没有趁机，只能拿给你看了，习惯再好。好，200块。哎，不然这边来砍头吧，不带的。我喜欢这一有大中小，你要大的小的，小的是小的，小的买200，200块就好。好 ，OK。好。不行。哎，两块几吧。好。还有锅鱼吗？有。有。你要几桶？无锅鱼啊。好。无锅鱼2只，无锅鱼就多2只哦。哎，多少块？快点去。还有什么？吓人的不要。
一个人在拿出来，一个人用关起来。我用扣起来。大概五六只。500块，还给我？看到没？没有，一价两八。什么呀？两八。所以十四个那个牌的，这样高就多。我跟你们讲，我有跟那个高雄东皇啊，跟他们聊过，他们有遇过来现场摆，雨超大，摆了两个小时，一个客人都没有，摆了两个小时，一个客人都没有，然后整车原封不动带回家。那个，所以还好，他们说有遇过那种，那个来没有卖到半个客人就回去了。他不会唱新歌啊，像如果可以，他就不会唱了。那么高不唱啊？你可以唱低音。如果可以，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，月光下转身，我就是你，这样就可以唱啊。从前划破深藏轮回的秘密。要不就唱了，可以唱了。你可以学郭金发唱啊。秋波中，哎呦，半月里的秋雨，那就好了啦。哈哈哈。好，来了，冲啊！我你做梦呢？梦到什么？梦到你今天吃啥？哈哈哈。真的啊？我梦到人家吃啥呢？哈哈哈。刚前面的礼才来拜完而已，才拜完而已，后面棺材要推出来就把叫醒。
你想要看对不对？还在做梦吗？我看看大中桥。这个桥下的，这个比较小的。这个比较小的。对，这个买300就好了。这个更小的，今天能够今天敢出来打电话很有勇气的。好，300块。这次买好像比较便宜。这次买这个。上。你说这一次还是上一次？上礼拜。上礼拜，上礼拜是你爸爸啦。哦，不一样的东西，还有更小的，你们看不出来，差一点点，差不多，差一点点就差很多。差一点点，大家看一下。你搞光辉，可以转行去男模会馆。哈哈哈哈哈。那模会馆很好赚的，开玩笑。啊？规间的抖音啊，真正是。规间的抖音啊。这是阿妈，伊爱在拍抖音。啊，我一脚点不灯，咖啡点不起来，重来重来。每天在那边抖音。18。哎。饮料。你好。哎，饮料。谢谢。你知道为什么给你饮料吗？上次你不是说过去了都没有人给饮料，都没有人给饮料，他就听到了。上礼拜又来。对啊。你爸说他要酒，哪位厉害？你今天看到他过来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在家也看直播的，但是有人刚刚在睡觉。啊，他在睡觉。这个一份300。阿松在。阿松在后面，阿松在车上。晚一个多久？对，换他在车上，因为他阿松，他说他要去睡觉。阿松已经卖了两个小时了啊。哦，所以现在换系统。对啊。哪位厉害？我。进来，进来。今天真的雨很大。熊舅一包，熊舅买一包，我买两包。哎，胆固醇要求要求管要求好点嘞。哎，几块几包？啊，顶多得一公升的。来了来了。上次还有丰源，他要买20块吃木鱼丸的。来。真的啊。有啊，每次就来买二十块的蛤蟆，20块的石木鱼丸啊。请给你了吗？好 ，OK， 谢谢。哇哦！哇！支持到这么大碗的，他是他是。你可以看我一个直播的。就比如意面是汤的。对呀、啊。吃起来很像那锅烧意面，锅烧意面。那就锅烧意面是靠桥。我以为是那种台南意面那种意面，你知道吗？这里是台中。This is 锅烧意 noodle。对啊，正常的。还好。还有建国没有摆，哦，对，看，哎，看隔壁摊就知道，看隔壁摊就知道。哎，会把我找回来。上礼拜他不是也都谈过，他还来这里。我小的，然后雨太大了啦。只想拥抱你的身边的香气。邓总早，对啊。因为
下大雨，大家不想出来，他只好吃东西给大家看喽。哎呀，就像吃阿茄啊，煮煮的，哈哈哈哈哈，你带茄叶煮煮的啊？我阿弟家里啊，炒虾啊，炒虾啊，炒鱼啊，可以煮对吧？可以啊。我靠，鱼这么大，你老吃哎，太夸张了哎。阿雄，阿雄，后面冷冻的收一收了，没有用了，收一收了，可以收了，可以早点回家睡觉啊。真的太大了，你还是累的哦，真的太大了。先睡一下了，九点半开始收了。这雨太大，没办法，真的。太大了，没有用。这太大了。明天完全不用补了。今天不用补了，对不对？这你要这一车翻上来，翻上去要多累，你知道吗？你要上车之后回去，你要再翻下车了。我知道。上下四次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们在一次就已经上一次了。对啊，那这边下来，然后等下再上去，然后回去再下来，就是等于翻了四次啊，我知道。一箱雨要翻四次，你看这里总共几箱？算下哎。这里大概一二三四，不用算了。这里大概七十箱啊，七十箱。还有冷冻。这边大概七十啊，保利有大概七十啊，对不对？差不多了。对啊。你全部大概一百多啊，下那么大，你看我现在看都很准，对不对？下那么大，我说，哎，我还补这么多，那你这样你晚上就不用补，这个礼拜都中雨，你知道吗？我看天气预报说今天是那个局部雷阵，局部啊，可是局部代表说有些地方出太阳，有些地方下大雨。明天开始才是整天，那明天不是更多雨？对啊，所以脱晒了，全部把它集中，全部集中，同一天再卖出去。哪一天？礼拜五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个红包没得剩几呢，没得剩几呢，剩五呢。卖五红包。好好跟你好啊，你去遐买啊，哎呀，去遐买啊，免来我遐讲，去遐买啊。礼拜五，两个都要去。监督长、学理事长、陈团长、杰尼斯啊，日本的一家哦，木村都在那个。团体的杰尼斯不是那个水怪吗？他在说那个偶像团体吗？日本偶像团体那个蓝啊，阿妈怎样？阿妈会吃八点。杰尼斯，后面两把。你跟我是尼斯湖水怪，那边杰尼斯水怪。广灾。你若像我，好啊。你若像我，顶界讲，人讲扶桑花女孩，讲桑拿花女孩。什么桑拿花？桑拿是廿年的啦。500，这一支多少？一支100块。啊，你之前在哪里？之前有18。有雨，100。多少号？哎，有雨，再说嘛。我交了呀。哎，我交了。还得几把的啊？几把的。哦。你那年我看你，我打几个假丸。哈哈哈！好。好。我看你，我假人家真假的丸。一小颗糖。那这个嘞？这个一次也100。有几大？哎。有龙。那个，哎，三只250。
买两次也可以，200块。要买赶快来哦。他今天哦，落雨加落价哦。今天哦会特别便宜哦，赶快来。他只想可以少搬一点回去哦。老板。两块一包，两块一包。还是 OK 那边？哎，一块一包。那不是 OK 哦，这是 OK 啊。那够用啊，够吃。好，我不会买，两块一包好了。这个点开。没有。没有。只有那个三只要卖了，等会去吧。那你再卖几个呢？啊？你再卖几个呢？几个我杀了？几个呀？哎，放开，我来抢。我几个丢？我几个？几个去吧？你们要快要来，赶快来！你们不要十一点才来，哎，那我没办法提早下班呢。没有啊，没有，等到十一点要再来。哎，我们一天到刚好跟阿雄说九点半，后面等到我们就开始收了吗？哎，几位请吧。因为今天雨太大，放不长。哦，会很大吗？这个雨太大，这个雨太大了。哪会西会了？哦，不会哎，马丁。啊？对啊。那把它变，那把它跟你说一变成花枝。没有，要贵两把吧。对啊，那个它变成花枝啊。我想。